啊，这是东方白呀，来看一局。点嘉许，坑死你们！我再坑我去点陆逊。不是啦，他是我的房管，他是我粉丝啦。行，他坑算我的，算他送我躺赢好了。你看他送我，我都没躺赢。主公，主公怎么选个主公还这么慢啊？啊，他点他选左慈了，怎么选邓艾？来选邓艾，来同意我选邓艾的打一。打一，选泰尔茨啊，好，选泰尔茨啊。哎，哎妈，这定盟的这怎么事儿？哎，哎呀，置顶都进曹冲的，你这家族玩置顶房的，你怎么能选曹冲呢？就算不是我的房间，我们二区的置顶全都是进曹冲啊。又难猜，岂能窥视坑变化。你看我多机智，我不选邓艾，主公的机智就是天。你知道吗，这个就是你的神迹啊。啊，别提他了，他不提了，就这样嘛。他说他忘了，那个什么，你看我不选邓艾，他就有邓艾了，要不然你要给主公一个弱逼技能，对吧？会觉醒的邓艾还可以打一打，这不会觉醒的邓艾，这不是扯吗？这局教面挺好，这局教面好好啊。你要先看曹冲是什么身份，再决定怎么打，等曹冲跳吧啊。他既然是屯田的话呢，就说明他另一个武将他不想亮。他如果想亮的话啊，他要是想亮，他不就亮别的了吗？而且呢，就是他是这样的，如果是他真的没有特别好的武将的话，他就一直用邓艾，一直用屯田，他回合内就可以有一个减一马。休养生息。八号是张小脆皮啊，不是脑残就是忠臣呗。我是主公，我一般不会轻易打八号的二张的，太脆了，你不用你打自个儿就死了。你看如果说他没有太好的化身，下回合他就选择左慈啊，不是他就选屯田，然后去杀貂蝉，假如说貂蝉是反对杀貂蝉。铁锁连环，这个是这么连，就是跳内呗。应该看一看那个曹冲的身份，跳身份。曹冲拿决斗了。我觉得啊，八号二张当反贼不是太好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能轻易给他扔牌呀，是不是？就是反贼也不太会轻易的，他是忠臣，那就要先打曹冲了。乔布连是要死了。今当稳固内政，拿杀跟闪。啊，曹冲是忠臣，他为啥偷内奸呢？这他妈的！这个是内啊。这是内呀，他不偷主，我操，简直无法忍。东北的怎么啦？我就是东北的汉子。什么叫什么啊？彪悍的。主公屯田怎么了？我操，他又不是邓艾。主公又不是邓艾，屯田左慈的屯田你还不敢偷，我操！刘峰傻逼，定下来了啊，大傻逼！我汉子，我用变声器的。
这他妈的，这简直不能忍，连杀都没有，谁要忍他的词的，我操，哎呀我的天啊，咱拆拆主啊，对，乖，拆主屯，好，待会儿你顺去吧。哎呀，哎，给伯颜收回血吧，开桃园吧。来拼他，左打打呀，右打打呀，我跳个那个好了。我手中之枪的挑战吧。杀你没呀，用逆杀，刘峰就两张牌，开桃园弱爆了，我不敢拆二张的乐，你开桃园吧，二张有杀有闪，弱爆了，给不连师回一血，二张我不敢动，二张不敢杀他，不知道他啥身份，二张什么身份他都会拿杀跟闪的，他是中是反他都得拿杀闪保命，生生不息，二张是忠臣，这不是跳反了吗？哎哥哥，你别木马呀，哎呀妈呀，你给我干什么呀，老远才能轮到我了，哎呀你就自己拿着呗，三手牌拿挂个木马过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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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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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打曹冲，先打曹冲，不知道啊，谢谢机智的悠悠送的鱼丸啊，开桃园呢你得给步练师回血呀，你不知道二张的身份呢，如果说是二张真的是跟我们是对立的话，步练师一血待会儿噼里啪啦往外扔牌，他是忠臣，这反贼不都跳了吗，这木马吧，哎呀不说了，给我太远了，这样的话应该是中会内，这刘峰不偷左，我为什么拆左慈呢，我拆左慈主要是跳跳身份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各样各样他的牌，因为没有补牌的人啊，没有补牌的人，那左慈就这点牌，只要左慈不死，那曹冲是没有办法给他人心的，打曹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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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打曹冲，我断杀，接招吧，弱爆了，不过选邓艾真是更坑，泰尔斯还能拼拼点儿，打曹冲啊，你这都亮放逐了，不打曹冲干什么呢，君子越虚先打曹冲吧，能卖血的曹丕真是牛逼啊，决斗依我看小事一桩，左慈已经那个已经亮那什么了，好妈呀，好你翻吧，翻刘峰吧，哎，罪可免，活罪难受，缓心无穷。刘峰有几张闪？我看看啊，二张被撸了一张闪。顺手牵羊。不脸师啊，我觉得。他那间是想让主公拥有这所有的牌，给我翻过来，行，刷吧，我觉得啊，就是应该先打曹冲，你说呢，你说曹丕跟曹冲明摆在这儿了，你能杀死左慈吗，啊，没杀，故国安邦，居当如是。真是炫酷到家。天行有常，天意昭昭。
炫酷到家，自始至终连张沙都没有。过了啦。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啊，没招了啊！他怎么不拿乐呢？肯定拿乐啊，要闪干什么？后边只有布莲师一刀了，拿一张闪就够了。杀！哎呀，炫酷啊！羡慕吧。那个，我觉得啊，我就说我个人看法啊，你就从刚刚这轮和这轮比，我觉得布莲师打牌特别的无脑，一点大局观都没有。就是你，就算你两张属性杀又怎么样？我就问你，曹丕跟曹冲，你能杀死曹丕吗？你杀曹丕，曹丕翻曹，曹冲人心曹丕，曹丕翻曹冲，是不是这么一个节奏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受。布莲师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看见人家忠臣是怎么打的？你做的事情就是忠臣做的事情，把自己的队友翻了不说，然后让人家刷牌，无缘无故过这么多张牌，待会儿不就突突你了吗？这是炫酷啊！打打随便打，杀！我放寂寞万箭齐发呀！我开万箭齐发，我开万箭齐发，曹冲被救起来，然后左慈翻曹丕，然后曹丕再把那把牌全给左慈，然后或者是那左慈不翻曹丕的话，左慈翻貂蝉，貂蝉连动都不能动。你快快快，有捡一马就突突貂蝉，没捡一马就这样吧。你追一谁都要被乐的，追貂蝉，追我，追谁乐谁呗。有一张乐不思蜀，追貂蝉吧。有捡一马的话，就那什么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人家都自己火攻自己，你还跑去杀曹丕，哎呦，受不了！什么左慈兔子曹丕？布莲师 A K 刮 A K 那个不是布莲师那个决斗完曹冲又开始九杀左慈的。你不把左慈打到一血求逃啊，就是根本曹冲跟他是翻不起来的。杀！他清不掉我，我四血呢，没杀了呀。你铁锁连环应该留一留嘛。过河拆桥。啊，是是是，他是刚刚九杀荀彧的那个人。九。我主要他清不掉我，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有四血，四血就是四张杀，对不对？你乐貂蝉啊，你看啊，这个肯定是要乐貂蝉的，一个是保护曹冲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，就我可能会继续断杀，就是你乐貂蝉，貂蝉一血噼里啪啦给二张扔一堆牌，然后二张的回合把貂蝉给收了。他没给曹冲留桃呗，他觉得太危险了。应该乐貂蝉，你乐上貂蝉，貂蝉会给二张扔一堆牌的，把 AK 拿了，那边有赵云。但是你想吧，主公挂的是赵云，杀跟闪都是当杀用，然后呢，他杀闪都是当杀用，他剩的是什么？他剩的是无懈。我这把牌蛋疼，我得添过乐啊！不添过乐的话，完了，扔闪，还是扔闪，给你，全是你的，拿着。不要鼓声，我觉得啊，拿加一码没意义，拿加一码还不如拿个闪呢。二张牌是明的，咱打二张帮内奸呢，你绝逼帮内奸。谢谢战里赞送我的桃啊，鱼丸桃。你不能把酒扔给二张啊！现在问题不是你留什么的问题，你看我是不是又断杀？他乐貂蝉比较好，这个左慈应该是乐貂蝉好一些啊，我是这么觉得的啊。
万物苍生幻。有预告啊，我周三周六播那个播三国杀，其他的时间看我预告。我现在不是告诉大家了吗，明天晚上咱们玩炉石，玩那个新副本啊。不一定，反真的不一定赢。 你看左慈有没有其他的化身。杀，这个人他忘了吧，不知道啊。过河拆桥，此乃孟达之计，非我所愿。哎呀，你就现在你就把左慈当草皮看，他呢回合外是草皮，回合内是甘宁，或者是他十个化身，可能他有其他的各种给力的化身，只是没有亮出来而已。破敌军阵，不请帝会刮目相看。偷二张啊！你妈，你不偷二张，弱爆了！啊，他有火攻，刺！我要断杀，我要断杀！我这一波带走主攻，哎呀，弱爆，没有杀。好，来杀了，来杀了哈！重组一下。来来来，有杀，来挡在我的身前，就接受我手中之剑。K， 哎，他没救二张啊，他怕裸奔。九，杀，来杀了，关键的时候不断杀，有桃吗？钟会，这么多轮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胜。你看啊。要么就过，过吧，过了啊！万箭齐发，貂蝉死了，你傻吗？貂蝉还有一离剑呢，过呀，可以过的。看貂蝉吧，貂蝉回合内有双杀。不能万箭，万箭貂蝉就死了。你看貂蝉怎么决定？貂蝉不断杀，他是两点伤害。你别把钟会翻回来。你貂蝉杀完了以后再离间一下，左慈肯定是翻钟会嘛，对不对？他有双杀，他能打两点伤害。我开万箭，貂蝉就死了。哎，就这样吧，咱好歹是出过杀的男人，得赢了就跑，赢了跑。明天晚上啊，明天晚上这个我这个八点播炉石。啊，大家明天晚上八点啊，准时咱们一起玩炉石。我炉石打的也是比较搞笑啊，那个不是技术流。然后有空的话呢，过来一起玩炉石。怎么说呢？啊，我感觉这个主攻盲狙二张有点问题。就这样吧，好啦。我怕呀，我翻了，我杀再杀左慈，他把貂蝉给翻了。好啦，就这样，大家晚安了，明天见，明天晚上咱们打炉石，好久没玩炉石了，看看我多坑。好，就这样啊，谢谢聪聪哈送的鱼丸，这么多啊，谢谢。好啦，那我关麦了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